说天气慢慢变凉了，想吃点暖心又暖胃的。豆腐块裹上鸡蛋液，下锅煎，煎到表面虎皮状。料汁的配方在屏幕上，记得要做好笔记哦。番茄打底，淋入料汁，再铺上煎好的豆腐，当然不能少了他最喜欢的肥牛。把剥好的石榴放进杯子里，倒入汁水，锅筛加热后，加入一勺白凉粉，放凉凝固，切成一块一块的，装进杯子里，倒入牛奶。豆腐和肥牛已经完全入味了，撒上芝麻，还有葱花，鲜嫩的肥牛，还有吸煮汤汁的豆腐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